进来了的，你拿这份纸出来啊 <coughs>！如果是还没拿到纸的呢？啊，你把它写在纸上面写，OK？哎，这个 angel 有在的了。英姐，你你的课怎么办呢、啊？学校的？ 你可以在 chat box 跟我讲。 嗯，今天上课时哦，换去下午了啦。这样的话，他会每天都换去下午吗？还是只是今天？因为他的时间真是很奇怪也这样他干扰到人家的时间是不是？哦，不确定啊。OK，不要紧再给我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一换呐、啊，就是换晚上了哦哦、oh、no，<laughs> 晚上有的他们又不能哦，因为不能到太迟嘛，他们有的还在学校上课嘛。嗯，OK，大家等一下啊，我再我再安排全部人进来。我、哦、明天有去学校啊，OK，好，可以。 嗨，轩尼，你好吗？这么不好，被关在家是啊？诶，这样子的话，是谁的学校有上课？轩尼，你的学校有上课吗？ 哦，没有啊，没有的出门了、啊、这样。明天有啊，哦，OK，OK，okay, okay. 就是有没有上课都好多一两个星期他，他就他就他就要关了的啦，也是，就是那个啊，Hariraya 那些到了啊啊，然后就关了。所以其实哈、哦、，Hariraya 的时候啊，那时间可能会有改变的嘞，因为当时是啊、呃，学校可能啊、呃，他的网课他们会有一点变嘛，那个时间啊，我们就要看一下怎样安排咯。 哦，海瑞来呀的时候，你是二四五去哦，哦，十七我明白了，就是讲二四五去学校，一三不用去学校是吗？OK，嗯，OK，来大家已经进来哦，来大家我们上课啦，开 video 啊，OK，全部人开 video，输赢也是在哦，启荣。 立文，启荣开 video 啊，我打电话去了啊。OK，李选呃选你的 OK，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讲的哈啊嗨，hi, 我看到这个嗨，我就知道哦子辰进来了。<laughs> OK，医生啊好，祖林祖林祖林在吗？你给我一个 reply 在那个 chat box 那边啊。 不过啊，那些没有 video 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一直教你的哈，OK？不是我要呃为难你，真的不是，我只是要确保你在罢了，我在帮助你专注。<laughs> 呃，因为哦，呃、我我我自己的大学啊，我也是在上，虽然有点老了哈，不过不过我在上着就是我的大学的那个那个呃呃硕士的课程嘛，然后呢，那个那个课程哦是。 就是啊、呃，老师就在上课，然后我们的那那个课啊，三个小时，你知道吗？老师可以讲三个小时啊！我也是觉得，哦，哇我的天哪、啊，我是觉得要死哦，很想死啊！所以，所以我明白啊、呃，你们就是他们讲，哎，在就是网课比较难专注，确实这个我赞成，所以我们不可以一直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不能的啊，然后也不能只是老师在讲了。 你一定要有反应，好像只成将他画一下东西这样是 OK 的。只是我们不可以有不礼貌的东西啊，一样啊，大家 OK？不可以有出口，因为以前以前呐、啊，哈，你们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啊，有有一有一些学生会他们在呃写东西嘛，然后写写一下，哎，有出口跑出来，他们不是在骂老师，那时他们在玩罢了。其实我没有怪学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不知道，呵呵他们不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礼貌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讲了就没有事了啊，所以呢。 我我会我我是鼓励大家写的哈，知道吗？有时候我会问你，我我问你答案，你可以在 chat box type，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哦，帮我圈出来那个答案啊。你也可以呃，明恒哦，明恒刚进来，明恒你听到声音吗？明恒还没有 connect 声音是吗？你也可以直接打开麦讲，你喜欢，我要有反应报。所以如果是没有呃 video 的啦，我我会比较常教他，因为我真的是在帮你专注报了，讲真的，知道吗？ 我不是要针对你啊，OK？就是有一些还是 video 开不到了，因为他用的是那个 desktop，没有 web cam 的有些。啊，阿廖是谁来的？我想想，阿廖是谁啊？l l o 廖，阿廖你是谁哦？你给我连名字一下，Kiki 啊，是吗？Kiki 这么聊天吐，<laughs> 你好聊的嘛？你有什么问题嘛？派给我，OK？ 啊，诶，子辰你要擦掉嘛？这么也不擦掉。来，大家开 video，我们上课了，everybody，video，video，呀 video. 嗯，来卡一卡一，一晨，轩怡，方莹，方莹诶，子晨，一轩，一轩，擦不掉了，okay, 我 Q 帮你擦。一轩，一轩，开 k 机，方莹，OK，美心好，美心也在哦。明恒，来明恒，video 开一下。 OK，来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险，谁还没有拿到纸的啊、uh,？P，呃、uh,，不知道哦，怎么不知道哦？Oh,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会秃是吧？OK，呃、uh,，谁还没有拿到纸的呢？这样啊，CP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拿，跟 Y 一直在拿。OK，PP，呃不，呃，LMA 没得的呢？你们拜二啊，就是明天可以去拿。OK，我会在那边到五点来之前呢，可以给我讲一下，我怕哎方你啊。OK，好。 我怕，嗯，我怕你们，呃，如果你们来的时候我不在，我不知道，所以，呃，诶，呃、啊，阿妈没得的，你们明天可以来拿纸，OK？不过就是那些还没有拿到的哈。好，今天如果还没有拿到纸的呢，好像伊生哈，你也是可以呃写在纸上面呢、啊，就是你准备一张纸，因为过后你拿到纸啊，你钉上去就可以了，知道吗？伊生，伊生 OK 吗？回答我一下，在 Chatbox，你要开麦也可以啊。 开开 video 好处，OK，好。开 video 好处就是这样，你看啊，我问梅心，OK 吗？梅心手举起来讲，OK 就可以了，很方便，我就看到了。梅心，我不梅心在吗？梅心，梅心，你的手去那个荧幕那边，OK 一下。梅心，喂、哎、啊，Yes，我看到了呵呵，极方便。好，大家，我要你们看一下这个乌啊、呃、p e、erm、r m i n a 这边先 u l a 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很熟悉五拉山的，OK？啊，中呃，这个小学的时候就有学了，怎样写，对吗？K，、okay.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五拉山，在第七面，翻第七面呢 o k k 我们看一下他怎样写，我给了你一个例子了那其实我们一起看，我要你写华语下去啊，啊，知道吗？写华语啊，那这样少人了哈，还有很多人呢，这把。启荣写华语啊，等下你要拍照交上来的哈，OK？你不会拍的话，我问你妈咪啊，启荣。 <laughs> 威胁一下，志龙，OK 吧、right,，志龙，OK 啊？OK，大家，满发压哈是好处吗？对不对？会了的你可以不用写，OK？我知道谁会谁不会的哈，嗯 o k 这个还讲哦，旅游的好处就跟家人旅游的好处哇，很怀念旅游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在怀念旅游？<laughs> 基本上呢，这个图片哦，啊，改天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图片呢、啊，那个五拉山。 OK，可以的话，不是可以的话，图片里面所有的资料啊，重点都要用在你的乌拉山里面，这是最安全的。OK，你不要管它，你有几个 point，全部都它用下去。好像这个呢，其实啊，好像在讲话讲，其实他给了三个好处。第一个，他讲哦，诶，没有三个、啊，哦，没有啊，他他有讲到一些好处，说这个小孩在问，门阿不该就第学校拍的，咖喱 l i a y a r dan ibu memilih untuk melancung。为什么这次的学校假期啊，你们要选择去旅游呢？这个是问他为什么啦。OK，说、so、这个爸爸说呢，melancung dapat menambahkan p a l a m a 因为可以增加知识啊。你看，这就是一个 point，然、啊、后看到吗？啊，说我讲了，把他的重点用在你的乌拉三里面，就是讲你要找到重点。OK，呃，kita s e k e l a g a dapat m e l u n g k a n masa b e s a m a s a m a 因有两个这里。 啊，还有呢，就是一家人啊，可以就是呃，就是在一起喽，那个时间啊，就是会有可以可以花时间在一起这样的意思，可以们乱干嘛？啥不啥不啥嘛啥嘛？一家人呢啊，就有时间在一起。两个 point、哦、再来不 u 一 a n itu 哥哥说，activity m e l a n c u n 他可以避免我们呢就是不会涉及这一个叫什么社会问题。 啊，这个比较是青少年的啦，你知道吗？OK，关于青少年的啦，因为如果呢，讲真的哈，什么都不给他做的话，好、哦、像有的是这样哦，叫他，呃，叫他，呃，就是也父母也没有没有跟孩子有什么活动啊，是不是明恒啊？或者是呢，啊、呃，父母跟孩子也没有什么，嗯。 呃，跟他们出去啊，还是怎么样啊？没有理他们呐、啊。哎，但那些那些呃那些小孩啊，也不是小孩啦。哈、哦，那些青少年啊，会不会他就是自己呃往外找朋友哦，往外找朋友，找到如果是真的不好的朋友的话，然、哦、后被影响的话，then 可能会涉及这些所谓的社会问题了，知道吗？social 啊，是社会嘛？哎，我太在哪里啊？都没有了。社会问题啊，这个是。格加拉是现象，其实。 呃，现象其实是在这里是问题，OK？社会问题的的那些活动，比如说去稳定啊，然后呃呃呃做各种的 gangsterism 啊，还是各种的活动啊，所以有三个 point 啊，这边好，大家来看一下，写华语啊，OK？来不及写，跟我讲啊，OK？嘉兴 video，嘉兴。 啊你的 video 吼、哦、可以对着哪里都可以的哈啊我只是要有一个一个镜头开着罢了 o、okay、啊猛男 e l a b e r g n 旅游呢其实是就是去一个地方呃度假这样的意思咯 ok 啊 dvd 不能穷啊 young 的啦骨干不什么什么 galaga 所以这个旅游这个活动都跟家人一起啊阿甘们我就干说散那可不是散吗嗯我 哎，我写错啊！产生一个呃很和谐的一个气氛，气氛，气氛啊，一同在一起的。b a c h e l 吗？是不是 b a c h e l 就是一起啦对吗？选你 o、okay, k 哦，有写哦，写不急，还是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讲啊？例文，OK 哦，一轩，一轩，video，一轩，一轩，思婷，加油，一轩。 开一 video，开一子晨，轩尼反应，come on，come on，, come on 没有开 video，我一个个打电话去啊，想啊,啊 video，我叫那个啊，轩尼还有一直在给我反应吼、哦、其他人呢？子晨，这么在收拾书包，还敢笑？接东西啊，收拾书包，这么你现在在收拾书包，很吓人呐、啊。 我就是要给你吓一下，然后你就醒了嘛因为现在九点多嘛，还有人要睡觉，要睡觉啊，是不是？K，o、okay, 所以呢，他讲，记得爸们乱干嘛，啥不啥嘛啥嘛跟乱干，我们就可以就是跟时间一，哎，跟跟时间，跟家人一起，就是呃有在一起的时间了啊，鬼节没有鬼节了啊，们乱干嘛啥，就是抽空跟家人在一起，这个是一个 point 了啊，是吗？K o。Okay. selain itu aktiviti pelancongan dapat menghalang anak-anak 可以阻止啊，防止啊，OK，阻止，阻止啊，anak-anak tak d e r b a dalam gejala sosial，t e r j e b a 叫陷入，我要你学这个字啊，陷入，陷入不好的活动，我们用 t e r j e b a 的，改天你可以用，就是你要将用了你整个一起用 t e r j e b a dalam gejala sosial 将来用，OK。 陷入这个社会问题，这样啊，陷入不好的事情，OK 啊，医生你就这样写啊，好像你的纸哦，你就这样写的，呃，哎，好像这个是第第几面啊？OK，不要紧，你就写一写字出来的就吧，陷入这样写啊，医生知道吗？因为你们要交东西上来了哈，就是等下你拍照，你写了什么东西交上来嘛，所以没有纸的人你就写，OK，OK。Okay? Okay. How in the m i d d a n 呢？这是因为好的，你生很好看到啊。子晨啊，你不要给我没有写啊，OK？因为你有子的。这是因为 How in the m a n 呢？这个是我最常教的，其实连接词来的。我每次会中，就是呃呃呃呃，再再强调连接词给你。OK，有子的人，我要你割掉这个这个逗号，因为不需要的。How in e a n 呢？后面哦，不用逗号的。 有子的人啊，割掉他的米干格那后面那个逗号他讲这是因为呀啊,啊 ok 啊啊那的阿甘蒙哈比斯干嘛萨拉干拉这是因为呢将那些小孩啊他就不会就是啊、呃呃、浪费时间跟外面的朋友啊、呃、就是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啦养 m o n k 干嘛干嘛干嘛是可能呐、啊、可能导致他们呢 得得哒，把把的阿妈烂 e h a 康啊！得得啦，得 da, 就是暴露于铺露于不好的一些活动啊啊，不好的不健康的行为。OK，阿 a n 郑博有在吗？哈，郑博我好像没有看到郑博这样的。喂，是哦，郑博怎么没有在的？啥？ 没有睡醒啊！郑波刚才有上课嘛？有人有看到他吗？好像有看到他这样了。Are you, are you, u、uh, coming to the class? 有啊，哦，哎，你在？OK，OK。Okay, okay. <laughs> 我刚刚 message 你。OK，OK、okay, okay. <laughs> so。So, Hajak, seterusnya ilmu pengetahuan dapat dijana. 再来，其实旅行哈、哦，就是哦，我们华语讲什么了啊？什么什么读万卷书是吗？啊啊，行、呃、万里路，OK。所以呢，就是哦，旅旅行呢，其实可以增广见识哦，可以增加那一个知识。加那，就是就是去产生、去增加这样的意思啦，OK？可以产生产生啊，OK？虽然知识不是产生的、啊，但是我给你产生这个知识，因为加那是产生的意思。 产生电能也是用门加纳的，知道吗？这个字 OK，所以可以产生知识啊。通过旅游这一个活动啊，哈啊，当 adat r s a m 就呃、啊、，sorry sorry 啊，就是跟家人旅游。所、so, 以 k 阿干达 akan 我们可以认识哈不一样的文化，布达亚斯文化，对不对？还有 adat r s a m 什么是 adat r s a m 你给我啦，不如，嘉伟这么一下才进来的，有谁知道 adat r s a m 你可以派给我啊，派给我。 Okay, adapt r e s u 有吗 a a t r e s u 这个是习俗啊，写下、啊、习俗啊，应该叫习俗啊。嘉伟啊，嘉伟，怎么你现在才进来的？不是九点二十分没？你知道时间吗？不知道的话，给我跟我讲啊。OK，你知道时间哦，九点二十分吗？是不是？还是你改找不到啊？OK，K。Okay, okay. 第一堂课呢，如果还不习惯上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是不是？不要紧，所以今天会本该有一点乱哦，啊。然后英文刚好今天是作文班，所以有的人进到去，诶，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在发生，因为老师已经讲完了，你们迟到是不是？OK，所以他讲我们可以认识文化还有习俗啊，在一个地方的文化习俗嘛，可、okay, 以。 干呀，门不干可白干，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这就你结论了喽。所以你要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头，一个结论，对吗？哦，我知道你的乌拉善啊，你是习惯写啊干吧门论就干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啊，是不是啊？都可以啊，可以用你的已经会用的方式啊，六年级学的方式是可以的，知道吗？OK，还有呢，全部人，全世界，注意，OK。 今天少了五个人呐、啊，我蹦去要哪里？他们，OK？全世界注意，everybody！我要叫那个讲我吓到他的人了，我我要先给他心理准备，他讲我吓他。轩尼呀，要小声一点，是吧？轩尼呀，诶，这个啊，全部人注意啊，OK？真正的 format 啊，OK？真正的 format 考试 format 啊，把它讲细这个部分哦。他叫我们 b i l l y satu soalan sahaja，有第一题 u l a 啊、哦，有时是别的啦哈，还有第二题可能乳木山或 Ringa San，他会叫我们这两题选一题。然后呢，啊，还有一个部分呢，其实 OK 我没有放在里面，所以啊，你啊、呃、你要注意啊，有可能你是不用两题都做的啊，知道吗？啊，不过不过，因为现在学校考试哦，它不是啊、呃，可能不是大考，有点累啊。OK OK 我讲哦。 这个这个看有可能是选一题的啊，你看到吗？他给我们选择的哦，B 类罢了。所以你要看题目，他是不是要你选一题罢了，你就不用两个都写到完啦、啊。啊，不过不一定每次考试都讲，因为有时学校考试错、哦，他没有跟足 format，他没有跟 format 的话，就是讲他要你写了，你你看题目那总之看他要你写什么东西，要写多少。OK 啊。 有一题是 novel 来的，我 novel 我改天再讲啊。好，现在呢，大家，现在啊，大家，OK，啊，佳伟刚进来哦，你拿这份纸出来啊，佳伟啊，可、okay, 以看这个，这个啊，啊，这里呢有一些圈圈题，OK，啊，我们九点二十分上哦，其实还有点时间呢，我想想，还是我给你啊，OK，你跟着我写一些东西先那这样的话。 这一个先 system a 哈 a 我们一起做这个先。o、okay? k 等下那个那个时间有要想有要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啊，我再教你自己去做全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先啊，大家 baganb 第四面，大家 baganb 第四面翻一下，起荣起荣，翻下 baganb 第四面呵呵，OK？逸轩，逸轩 baganb 第四面啊。 嗯，嘉伟看到哦，把它用笔第四面啊。嘉伟，你可以习惯一下你用电脑是吗？你可以 type 那个 chat 那边啊，OK？因为有时我会问答案，你们就要 type 给我。你们也可以用那个笔来写东西，好像子晨这样来子晨 testing 一下 testing。子晨底他讲哦，我在吃东西，我在收拾书包。子晨来 testing 写东，yes 就是这样。大家你可以写东西的哈，OK？哎呀，好考好了过来，然后你再擦掉它，这样。 还有点点点，呵呵呵对你也可以用 t y type 的在 chat box，你也可以用讲话的，OK 啊？我问你是不是？你也可以举个手就好了。我可能会看，我我可能会再看这里。好，大家这个是什么呢？它是这样啊，好啊，OK 啊。阿亚西拉安，阿亚苏罗汉，这里呢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呢，考试会叫我们啊填的东西。其实这是其中一个最容易的，最容易的。 来，大家，希腊就是请人家做事，我们叫什么什么句啊？是吗？叫什么句啊？是不是叫？我不懂华语叫什么？嗯、呃，哦，它这里有很多很像的祈使句，剧你有印象吗？哈、哦，其实这里有很多是祈使句，苏如汉拉让安本命答案要求叫人家做事情啊，他请人家做事啦，希腊的咯有讲到是吗？哦，啊。 OK，所以这个是比较是请人家的哈，嗯，这里还不是什么起死军那些，还有分道很细腻。苏如汉，苏如汉是呃直接叫人家做事的，直接吩咐的比较是 OK，吩咐的哈。我讲，拉让那、啊、你知道啊、哦，拉让，嗯，拉让是禁止的是吗？不可以将做，不要将做啊，不要做有的没的，现在他只称哦啊，不要怎样怎样，OK、嗯。还有，哎、啊、呀本命答案。 文明答案是要求人家做东西的哦，看到吗？OK，所以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啊，这个请比较是邀请啊，这样的话是吗、嗯？邀请啊，人家做东西，吩咐人家做东西，禁止人家做东西，还有要求别人做东西。来，大家第一个，他讲哦啊，回答我啊那些啊，下干各家一度什噶好像我叫你来，现在你做。 我在做梦啊！我在哪一个？这是哎呀什么啊？跟着我写了哈！哎呀什么啊？可以回答我。嗯，又 o 又哈，子辰哈。我要禁止你哈。对啦，哎呀，蜀如汉来的哦，因为我在吩咐哦，很凶这样哦，有一点点凶这样啦，是吗？吼，一点点啦、啊。所以这是哎呀蜀如汉很好。你看啊，这个字是很容易的哦，考试的时候。不过你要懂什么是蜀如汉那些啦。 只是四个东西吧。对了，很好。又哈哈哈哈哈哈！呀，我要跟子讲，江安是不是？那个就是第二呀、哦，我江安啊，江安不安人嘛，叫杨哥嘛，不不 l e s s 不 l e s, <S 就是到处闲逛了哈、啊。不要跟那些人做朋友，他讲啊。这样这个是什么？我要问子成鸟了。这样子成你写给我了，这个是什么来的？你觉得？ 江岸、嗯、是阿、啊、呀什么啊？你不要给我 I D K，这个很容易嘞，已经讲了江、嗯、岸了啊，很凶样好像。大家你们不要吓到啊。啊，我我没有在凶，我是跟在跟子琛玩不了，因为子琛别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不 l e s 哦，就是别人就是玩乐的啊。OK 玩乐，就没有在做正经事，吃喝玩乐的。OK 不不 l e s 对啦，啊。 子辰来，来哪一个？我还在等你，在 chat box 回答我的人啊、呃，我有看到了的，只是还是现在是 direct message 说、so、子辰看不到子辰，<laughs> 哎呀，我先要阿亚先，不可以不可以，就是我先要一半秒了咯，这么名字问号的，你有没有在听啊？有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禁止人家吗？对不对？ 哎、啊、呀，拉人 a 安来的啊，OK，会有的写啊，啊，会有的，你可以做的其他的，因为那个纸在你们手上。对啦，拉人 a 啊，子辰在这边拿、啊、这四个啦，看到吗？不是打玻璃，不算。那当然，你只可以写江，或者是江，或者是江，或者是江，<laughs> 明白吗？老妈，明白吗？写这四个罢了。 明白了啊 o、okay、k 啊，OK，第三个啊，tolong hantar tugasan itu pada hari Jumaat。那他讲啊，OK，来大家拜五要交这个功课，tolong 的喔，你觉得 tolong 啊是哪一个？大家啊，这个是要求呢，还是要邀请呢？好像有很很像，他到底是哎呀西拉安还是哎呀本明达？对了，很好，还有人吗？ 大家，你可以 share，OK？、Okay? 怡轩、怡轩，video k a 开。怡晨，怡晨，你可以 type 一下吗？啊，我会，我会教大家这个啊，你们 type 给我、啊、，OK？a allow allow y l 阿老，阿 y 录不念 video。a l l 阿老，你在干嘛呢？Allow? 你的 video，a l、啊、l 阿老，哈？mana video abg kamu？allow m a n a video？阿 l 阿老，type tak anis ya？siawei？ Tolong, ayat ayat permintaan. Okay. ayat permintaan, ok? 直接,直接ok啊, ok, 第四啊,他讲, tunggu aku di pusat beli belah itu, 你在那 shopping 你在 shopping 那边等我。郑博这是什么来的？启荣，启荣你 i 开着。明恒，这是什么来的？嗯，对啦，还有吗？开一的我看到了，嘉兴耶，嘉兴。对啦，很好。哎呀。 属罗汉啊啊！因为叫了你，他在教他做事，他讲，哎，你去等我了，讲哦，是吗？OK 啊，第五个啊，jemput m a k u n h e d a n g a n d e atas meja itu，jemput 来请吃，请吃是什么啊？我们问一下，请吃是什么啊？啊，问一下啊子成，不要哈，jemput、啊、<laughs> 请,请吃，请吃，请吃是哎呀什么嘞？子成，没心。 啊，请次，来子辰还有美心回答我这个这一题啊！我会叫人啊，你们就准备回答一下。你也是要是太啊太错的不要紧啊，一定要回答我。请次，请赐啊，请你吃什么去翻译？不用翻译的，我叫哪？我讲请你吃这样的话是在邀请还是在,还是在吩咐，还是在禁止，还是在要求？啊，OK，再来子辰。我看到美心美心的了，请次，请次。 在邀请，所以要写阿呀。对了，子辰对了，阿呀什么啊？是啦，嗯，对吗？啊，请吃是吗？如果我叫你，我吩咐你吃，就是子辰吃。那个是阿呀，属罗汉哦，是吗？马干，子辰马干。阿呀 l 让 r a 是子辰，讲要马干啊。啊，b y 吃是怎样？要求是。 哎呦，多隆多隆嘛干哎，有的嘞，是不是？有的是，有的有的是那个小孩哦，他不要吃东西啊，然后、哦、呃，那些父母很很啊、呃，很委曲求全的，你看到吗？有些 baby 哦，喂他吃东西，哎呦，吃啦，我求求你了，吃啦，呃，是不是？那个是多隆多隆吃啦，是吗？那个禁止吃是不可以吃啊，吩咐吃就是子春讲的，逼你吃咯，嘛干哪子春啊啊，只啊啊 <laughs> 要拿藤扁的，是不是咯？对。 所以其实是很很有一点点接近啦，不过是你看他他是用什么字来表达不了。前面 OK 啊，就是讲不了。好的，大家 OK。现在时间是九点五十二分啊，那个 meeting room 呢，等下它也是要 refresh 的哦。差不多到四十分，我就提早 refresh 先。这个呃这个时间呢，我要你去做一下这个啦哈。第一面先那一刀七，OK。第一面先，其实啊就到九了，那直接 OK，一刀九啦，一刀九。9, 可以吗，大家？这个第一到第九题啊，如果没有拿到纸的也不用担心，在这边有，我们已经放了，你去找啊，OK？做一下一到九，不用特地去查字典先，因为来不及的，OK 啊，不用担心啊，等下错了不要紧的哈，我要大家看题目罢了，等下我会问的哈，这一个的问题，所以哦，呃呃，等下等下，我先把你的名字排一下来先，呃，因为我怕等下有的人蹦跳哪里不见掉。 OK，OK，嗯，okay, okay, um, 你去做这个一到九。等下呢，现在九点五十三这样了哈，等下呢十点零五分回来呀、啊，大家。OK，十点零五分，我给你十分钟左右，你可以站起来走一下也是好哦。然后呢，你做一下这个练习，那些还有精神的你就做一下练习，那些没有的去洗个脸啊。OK，九十点零五分见呐、啊。佳伟，你明白我讲没啊？十点零五分你再回来这里。 好、哦，安回一样的这个 launch meeting 进回来啊，全部人留意啊，知道啊？OK，十点零五分间去做一下那一道第九题。